蔡正元对柯文哲和他幕僚提告，哎，说他们一直在媒体上影射他窃听，还明确指出有七次呢。他是要告什么？告他们加重诽谤啊！因为蔡正元说窃听事件很显然是柯办自导自演，暗指他窃听根本是制造谣言。一个懂得窃听器材的人去找正气列者来装窃听器材，你说张景生会摸得了这个干系吗？哎。他一直被点到那个张景生，他怎么一直龟缩啊？没有吼，他其实有主动打电话给检察官呢，这是检察官公唔免呐。真假的？嘿呀、啊，但他觉得绝对有必要，所以说他西装请白白，唔管喏吼，就是一定要到地检署去啦，说要去打破这种司法黑手操作选举的手段。现在嘞？现在我们就先出门买爆米花之类的呀，回来继续看下去。动新闻，老鼠是无辜的报道。